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家父座，就是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叔在上面，左叔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母子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毗卢伽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 to Jerky Bija Sanja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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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在里面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这个方式呢分两个方面呢，就是是在这个无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暂时放下来，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圆满的时候就彻底放下来，就是分两个方面来叙述。首先第一个，身心俱疲时暂时为救济，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行持任何善法的时候，如果自己的体力不足啊，或者是这个心理这个缺乏，在这个时候呢，就为了这个事情就持之以恒的办下去，暂时呢就是放舍，这暂时呢就是舍弃，这一点佛陀呢就是也是这个允许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平时这个不管念什么注意啊，修什么本尊法、闻思修行，以及呢就是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功德，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我们凡夫愚界的众生呢，并不是说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就是就关于自己的心理啊，或者说是一些身体的力量不足啊，等等，就是也会可能发生就是各种这个情况。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的话呢，就是很有可能影响于整个这个修行啊，就是以后的这种连续性啊，就是连续性。所以就我们平时在这个遇到一些这种这个困难的时候呢，就要通过自己的智慧去观察，观察之后，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那就是暂时休息。比如说，在这个问思修行的时候呢，真的是，身体实在是这个不行了，就是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会倒下去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暂时就是可以请假，就是要放松、调整、调节，就是自己的这种整个这个身体。但是呢，这是暂时的，就是也并不是说是，永远的这个休息了。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这个修心方面的话，那就是，大家一定要也不能太这个近了。就如果太近了的话，那就是这个修心不一定这个成功，也不能就是太松了。就是太松的话呢，那你永远这个松下去，三界轮回的众生呢，多可怜呢，就一直放松下去了，就没有人管了，没有这个住持啊，这样以后呢，永远就是沉溺在这个苦海当中。说我们这个修心呢，一定要有这种不紧不松的这种密钥，就是这一点是这个以前那个拉住空什么这个玛吉拉布尊啊，就拉布尊空心木也是这样讲过，就不紧也不松，此举坚决要就是马明伦斯呢，就是也已经这样讲过，就是修心呢，就是也不能过于的紧，也不能过于的这个松，就应该有一种这个持之以恒的行为。就两三天呢，就是大家都特别这个亲近，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又永远都放下去，就这样不合理的。就是刚开始有些居士学佛的时候也特别的激动啊，就紧张，然后呢就学佛就特别就精进，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又开始这个放松下去啊，其实这样这个不合理的。下面就是说这个完成一合呢，就是这件事情是可以放下来，时称引紧舍，
去信于善果，那么就是已经就是善事啊，就是圆满的这个完成了议和的话呢，那当然就是这个事情呢，就是可以这个彻底放下来，然后呢，就再这个继续就是做另一个善事。 也就是说呢，有些这个善事呢，就是不能就是放下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文思修行呢，文思修行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最好就是一辈子当中不要放下来。然后甚至呢，就是发愿生生世世的是这样的这个佛法呢，就是不能离开，一直这个造作，就是一直这样想。只不过是里面的有些部分的论点呢，你知道是它的这个教义全部精通了以后啊，然后呢就是暂时放下来，就是完全放下来也是可以的。如果 有因缘的话呢，就是再次这个串其他的法，这没有因缘就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很多事情呢，就是并不是我们这个相向的那样，就是无常呢，就是会，就适可都会到的，就是所以，所以我们这个想法方面呢，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这种安排，就是那这样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不是完了以后呢，就是要这个次第，次第呢这个安忍就是六波罗蜜多呢，就是也是按这个次第来就是进行这个修持，所以这些这个善法的话呢，那么就是，就是一定要就是按那个次第来就是性质，就是次第来这样的这个性质呢，非常有必要就是，有些人呢就认为，就是我这样的这种这个善法呢，就是一直是永远就是成就在一种这个境界当中，就这是这个不太合理的，为呢就是增长这个其他的善法。 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道友的话呢，也应该这样想，就是自己呢以前听过的这些法，就一定要就再次的这个串习，然后过了以后还要继续就是信持其他的法。这样的话，有些人可能问就是，我们这里呢就是暂时可以这个放舍，而前面呢就是不能舍弃。一舍弃的话呢，它的这个一数果报和等六果报当就是有五种这个过失啊，那这样会不会就是个冲突矛盾呢？就是这是不会的，因为我们问了呢。 就是这部法的这个就是圆满，就是它的这个三世三种啊，就是圆满呢，就是暂时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自己的这个修行的状况，然后呢就是再做一些这个调整，就是这一点呢，就诸佛菩萨也是有关大乘论点当中是给我们这个开示的。 下面就是讲那个。
就以住院而这个情形啊，以住院呢就是分三个方面来讲的，就是首先第一个仅仅就是修辞对治法的这个方法，这也是分两个方面，就是就情持呢就是不妨语和还有这个情持就是正念，就是两个方面来阐述。首先是那个秦池或者是这个书池，就是不放逸，撒场烙饼响，雨滴逼风响，如是会惑人，巧妇烦恼地。那么这个扫场就是在这个撒场上的就是一些交战，这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些就是战士的话呢，与敌人这个作战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它有两种特点，一边呢就是它就就是避免就是敌人的这种反攻，就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它也降服这个敌人，就是有两种能力。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一些有丰富经验的这个老修行人啊，他呢就是当这个遇到烦恼的这个交战的时候啊，就遇烦恼这个交战的时候呢，就是也有这个两种这种力量啊。第一种呢就是保护自己啊，就是任何烦恼呢就是不会摧毁自己，就是让这个逃避就是烦恼，就是就烦恼当中呢就是不会这个受约束。第二种这个能力呢就是让这个消灭或者是灭除这个烦恼，就是这是有两种这个特点。所以作者呢在这里有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比喻啊，就是古代的一种这个在这个展场上的一个比喻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就是相当于这个与烦恼就是敌军呢就是进行这个搏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来获得战胜，就是描述了这样的一种情景。我们都知道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战场上呢就是互相这个交战的过程当中，有些就是就经过很多年就是当兵的，那么这些战士的话呢，的确是他的这种战术是非常这个丰富的，而且很有这个经验的。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很多这个老战士的话呢，就是他这个遇到这种敌人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宝剑呐，就是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兵器来进行这个对他这个反抗，在这个反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就是他自己具有这个三巧方便的，敌人用着武器的时候，我怎么样躲，我怎么样回避，就是他这方面呢，就是非常这个精通，就是在实际行动当中呢，就是也能这个做得出来。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我真的要彻底这个消灭这个对方啊敌军的话呢，那么我用什么样的这个武术，什么样的这个战术，就是运用之后呢，就是将这个彻底摧毁对方啊，就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三巧方便。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作为修行人呢，实际上呢就是也是好比是一个这个战士，然后这个烦恼呢就是好比是这个敌人呢，然后我与这个烦恼进行搏斗的时候呢，就是有些这个修行人呢在烦恼面前就是彻底已经被打败了，就是彻底自己呢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就恢复的这种机会呢，就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有一部分就是尤其是一些老修行人呢，真的是与这个烦恼的这个搏斗呢，就是还是就是非常
常的这个精通啊，就是有些都像，就是他这个升起嗔恨心的时候呢，就是我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方法来就是进行这个过渡啊，就我们前面就是讲这个安忍品的时候呢，就是当你这个升起嗔恨的这个观察对境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有什么样的这个窍诀来就进行这个对付啊，就这个问题呢，就是他非常这个清楚，这样之后呢，就是一点就是困难都是没有的。当你升起贪心的时候呢，我们后面就是第八品当中呢，也讲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窍诀。所以经验丰富的这种修行人的话呢，当然就是作为余界众生，可能会这个升起一些这个烦恼。但升起烦恼的时候，每一想这个烦恼呢，你有这个对治的这种方法啊，就是对治的方法。哦，这个方法，这个烦恼，我又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进行对治。那个烦恼呢，我又通过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对治方法来就是去进行就是毁坏，就是它。这样子和就是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不会有这个。任何这个违缘啊，就即使说这个出现一些违缘的话呢，那么有这个先种的方法，迷种的这个方法，这样之后呢，就是自己呢，就是在这个烦恼面前呢，就是永远也是不会这个失败的。下面就是讲那个青瓷这个正念啊，就是瞻真视理见举杀即时取如实如是念唯于数体起如果瞻真上呢如果瞻禅上失去了这种无起的话呢，那就非常可怕，就是很容易被这个别人杀害的。所以呢，就是最快的这个时间当中把这个无起啊就建起来。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瞻禅上呢，如果失去了我们的这个正知正念的话呢，那就非常可怕，就是一定会是堕入地狱的。所以呢，我们就是立即就是将这样的这个正知正念呢，就是提起来，就是不要呢，就是被这个烦恼这个束缚。那么这个道理呢，也是很这个容易的啊，就很容易的。实践上的这个古代也好，现代也好，就是任何这个战场上呢，就是这个武器呢，就是不可缺少的。一旦就是两个人就是交战了，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武器就是掉落下去呢，那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没有最快最这个迅速的动作，就是没有把这个建起来的话呢，那么对方呢就是有武器，你身上呢就是什么这个树存的什么都没有的话呢，那就非常的这个危险啊，就非常的这个危险。那这样这种场合当中的话呢，就是每个人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呢，就是会这个执着的，因此呢，就是他就害怕，就是别人呢就是杀害自己，就是最快的这个速度当中，就是马上把这个物体建起来，然后对方呢就是进行这个作战。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个漫长的这样的这个休息这个日子当中的话呢，始终都是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这个政治正念呢，就是不能就是放弃。如果失去了，就是我是一个修行人，我要这个信持善法的这样的这个政治正念的这种善行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处处呢，就是有这个面临着这个危险的这种局面。因为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正念的话，很有可能呢，就是将我们的这个身心呢，就是全部都被这个烦恼地境这个所占领。这样之后呢，让我们自己这个行持善法呢，就是绝对不会有的，而且呢，很有可能造这个很大的这个恶业。然后造恶业以后呢，那这个后果是什么样呢？必定会是这个堕入地狱的。因此呢，我们首先就是一定要这个相信这个因果，就是相信因果之后呢，就自己也知道，就是来世是非常这个可怕的。这样之后，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定会是注意的。非常这个希望呢，我们很多的这种修行人呢，就首先上应该在这个质检上就是拜证，就是如果质检就是没有这个拜证的话，那就是恐怕这个行为呢，就是也不一定是特别正。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有关就是这样的这些这个教言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思维，因为我们这个人呢，生存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心和身体呢，许许多多的功德呢，就是锻炼这个出来的，就是很多的这个这种境界呢，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锻炼出来。这一点我看我们很多人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这个社会上的很多的这个通过训练呢，就练出来的，包括这个动物啊，以及这个运动员呢，很多的这个世间的这种人呢，就是他们的这种超胜的一些力量呢，全是训练出来的。因此，我们对自己这个调伏自己的这个心，对着自己的烦恼呢，也应该就是经过长期的一番努力以后呢，一定会是有个很好的这个成效。那么在战场上呢，就是有这么样的这个局面呢，就是大家也是就为了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生命呢，而就是尽快的时间当中，就是将把这个什么那个武器呢，就是建起来。同样的道理，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信呢，就是如果就是遭到了一些
去这个威严啊，然后失去了这个就是善法的这种真言，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注意，没有注意的话，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好像那个事实呢，就是什么这个这个威亚这个遇到这个事实一样，就是很微笑的这个烦恼呢，就是也可以有机可乘啊，就是一直这个对你这个加害，就是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修行人当中呢，就有些人呢，就是真的是一辈子的这种修行是非常这个圆满，有一些人的话呢，就不太这个圆满，有些人呢就非常不圆满，所以呢，不管是这个在家人、出家人呢，大家都是有这么好的这个学佛的机会的时候呢，经常要这个用正念来，就是反反复复的观察自己的这个相续，看看我现在的这个行为是到底是什么样。当烦恼这个升起来的时候呢，我就立即呢，就是用这个就是用这个真知正念呢，就是立即呢，就是用这样的这种真知正念来，就是维护自己。维护自己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在这个遇到最大的这个困难的时候，也是不会就不会就是失败的啊，就不会这个失败的。下面是这样的，这个端出罪业方面呢，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是第一个，不应该这个出现罪业，循学细流动，简读数遍神，如实获作遍罪恶金福心。那么，如果在这个战场上呢，就是不小心已经这个中了这个毒箭了，中了毒箭的话呢，那么就是通过这个血液的这种这个循环呢，很快的时间当中呢，把这个箭的这个毒液呢，就是会这个传遍整个身体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就是升起这个烦恼，就是没有这个真知正念的情况下升起烦恼，就是烦恼呢，就是获得这个机会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尽量的相对治。如果没有对治的话呢，那么这个罪业呢，就是一直这个覆盖我们的这个心，就是非常危险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个战场上呢，就是经常古代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个箭呢，就是用那个毒，用这个毒液来，就是涂上这个毒液，然后呢，就继续用上。如果用上这个箭呢，就是一旦刺入到这个人的身体当中的时候呢，你最快的这个时间当中把这个箭呢就是拔出来，然后他的这个伤口部分呢就是立即处理，立即切断，否
的的话呢，就是整个身体呢就是蔓延这个毒汁，就最后自己呢就是就没办法，就是一定会是这个就是丧失生命的啊，就非常这个危险的。不仅仅是这个毒箭吧，就是现在我们平时所谓的这个毒蛇啊，就是毒蛇这个咬了以后的话呢，也是很这个危险的，就是你很快的时间当中一定要处理。就是听说现在都是不一定马上要这个切断吧，就是通过这个其他的一些消毒的一些药啊，就是然后呢就是也可以这个治疗，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在这个休息的这种过程当中呢，就是如果就是自己的因为这个前世的习气啊，就是寄生当中呢，就是对这烦恼的这个力量就是比较这个薄弱，在这个时候呢，烦恼在相续当中升起，就是升起了贪心啊，升起了这个嗔恨心啊，在这个时候呢，你尽快的时间当中。最快的时间当中，就是把这个烦恼的这个本体这个认识，或者呢就是烦恼的这种过患就是了解，这样之后就是马上要断除烦恼。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它一直这个占据在我们的这个心当中啊，然后再进行这个就是破坏的话呢，就是恐怕我们这个今生来世的这个所有的就是一切这个功德呢，就是全部这个摧毁的，就非常这个危险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对治自己的这个烦恼。因为这个无著菩萨呢，就是在这个佛子行当中也是已经讲过，就是我们这个烦恼的这个习气呢，就是很难以这个克制啊。然后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持之这个真知真念。如果这个真知真念的这个武器，一旦就是升起了贪心当烦恼，就是它有这个苗头的时候，立即这个铲除。没有这个立即铲除的话呢，就是自害我们的，一定会就是堕落，就是非常这个危险。所以呢就是大家也是就是看看，就是自相续当中一旦就是生气了这种烦恼啊，我今天就是发脾气啊，就那个时候呢马上要认识到嗔恨的过失是非常严重的，就是我不能这个生嗔恨心，一定要就是心静下来啊，其实稍微这个静下来一会儿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就没有啊，就危害性。所以摩诃仁波切也是这样讲的，烦恼呢就像是倒水一样的，那么就是一旦这个认识以后呢，就是它是这个消声匿迹的。如果你没有认识它的话呢，就是它可能不断的给你就是纵容你，不断的这个破坏你啊，就不断的破坏你。但如果你认识它的这个本体的话呢，就不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就是通过这个
任何一种这个窍诀都可以用上啊，就任何一种窍诀都可以用上，但千万呢就是不要这个让烦恼呢就是永远这个就危害自己，否则的话呢就是有些修行人也是这个真的很可怜的。如人见彼身行舌满不有，举以绿造煞胡结荡如蛇。那么下面也是用一个比喻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书里呢就是持着这个宝剑的人就是闭着，然后行舌这个就是满布的这个油啊，那这样的这个人呢就是他在这个中间就根本不会就是享受人和世间的这个欲望。为什么呢？跟他早就已经这个吩咐，如果在这个油里面呢就是去往外就是滴出一滴的话，那就是会这个受到这个杀害。那这个人呢就是特别的害怕，就是外面的任何一个这种这个疫苗呢就是对他来讲是就是不就享受不到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护持菩萨界的人，护持这个小乘界的人，以及这个行持善法的人呢，一定要就是注意这样的这个性质。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行持这个善法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小心翼翼，自己特别要这个注意啊，就是树菩萨界树别解脱界呢，一定要这个就是注意，就是害怕就是出现这个违缘。一旦这个出现违缘的话呢，那么就是会坏就是自己的这个精神，乃是就是特别的这种可怕。所以呢就这是一种这个比喻啊，就是一种这个比喻，当说到这个事情的一个人呢就国王这个要求他，就是这里面就是一滴这个油如果掉下来的话呢，就要判死刑的话，那个人是怎么样这个注意，就相当于是这样，我们这个修行人呢也应该以这种心就设策。
Bandar gara banna sadar do.